超弟兄，嗯，我看你这段时间聚会讨论问题的时候不怎么发表观点，是受什么事侠制吗？前段时间吧，我发表观点总是出错，心里就受侠制了，就怕丁勇子没说我看事不准确，还做组长呢。一想到这些吧，再领导问题需要讨论，就不怎么敢交通了。嗯，有时候丁姊子没寻求问题。 我也怕交通不好，就有些缩手缩脚的。这两天心里边也挺难受的，也知道自己尽本分很被动，没尽到责任，可就是扭转不过来。哎，弟兄，听说你之前也有过这种情形，是。但是我看你现在挺敞开的，领导问题也都主动交通解决。你能不能谈谈？ 你是怎么经历过来的？这还得从今年的三月份的时候说起了。那个时候呢，就会安排我负责几个小组的工作，我心里就挺高兴的，就觉得我能被提拔做负责人，看来我在这几个小组里还算是拔尖的，比一般的弟兄姊妹要强一些。同时呢，也暗里心知，一定得好好努力，得让弟兄姊妹看到我做这个负责人、啊。 还是称职的。进本分的第一天，和我配搭的陈弟兄就跟我说，有几个小组的工作果效不好，明天得赶紧去局和交通解决。听到这话呢，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我对各组的工作情况还不熟悉，对弟兄姊妹的问题难处也不了解，到时候去交通，要是不针对他们的情形，解决不了问题。 那弟兄怎么会怎么看我呀？会不会认为哦，我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做不了负责人呀、啊？想到这儿呢，我就想对陈弟兄说，缓两天再去。可是又想到呢，最近这几个小组的工作果效下滑，问题得急需解决，不能拖延。可是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心里还是没有底。 接着呢，陈弟兄就把各自工作情况的文档就发给了我，我就赶紧熟悉工作情况和弟兄姊妹的情形难处。第二天，我们来到一个小组聚会，一个弟兄说，有些弟兄姊妹刚从来传福音，对一些宗教观念解答不透，对方就不容易明白。我们针对几个宗教观念写了几篇解答问题的文章，你们帮忙看看里面还存在什么问题。 我心想，我可得仔细揣摩，得让弟兄姊妹看到，我这个负责人发表的观点还是有些参考价值的。于是呢，我就认真的看了文章内容，仔细揣摩后，说，这篇文章整体衡量是成立的，交通真理的部分再稍作完善，应该就可以、哎。我刚说完，陈弟兄交通说。 这篇文章的思路不清晰，也没有达到解决问题的果效。听弟兄说的在理，那几个弟兄姊妹呢也都点头认同。明显我发表的观点是错的，哎呀，我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根本听不进他们在说什么了。心想，哎呀，这些弟兄姊妹会怎么看我呀？会不会认为这刚被提拔上来的负责人？ 也不怎么样啊，连文稿问题都看不出来，把没价值的说成有价值的。哎呀，一想到这儿呢，我就不知道该说些啥了，感觉特别的不自然，头都不敢抬起来正视弟兄姊妹，只有死盯着电脑屏幕。哎呀，那一刻就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呢、啊。紧接着呢，又看下一篇文章了。哎呀，我的心好像打鼓一样。 这等会儿要是发表的观点，要是又错了，可咋办？那弟兄姊妹会不会说，我这负责人看问题的能力也太差了，怎么能尽这个本分呢？一想到这儿，我就不敢再发表观点了。心想，等会儿让陈弟兄先说，我在他交通的基础上、啊、再总结总结，这样不至于说错。到时候弟兄姊妹，也不会看我不行了。 没想到呀，我是越不想被人看漏，就越被显明。文章看完后，一个组员就问我：“这篇文章能否达到解决问题的果效？”我回答：“可以。”佩戴的弟兄又交通说：“这篇文章的内容比较简单，还需要补充完善。”弟兄说完呢，我就回过头来再看这篇文章，确实存在弟兄说的问题。 又一次显明我的观点不对，感觉就像被当场扇了一个耳光一样，特别难受。我心想啊，我连着发表两个观点都是错的，这下弟兄怎么会怎么看我呀？会不会认为这负责人也太差劲了？就这水平还怎么知道我们呢？哎呀，我是越想越难受，感觉脸都丢尽了。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后来呢，再去探讨工作中的其他问题时、啊，我就没有心思再去揣摩了，只是在佩戴的弟兄发表观点时附和几句，有时干脆连观点也不发表了。一天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我感到心里空空的，也有些受责备。我明知道组内的工作我修不好。 弟兄姊妹临到问题和难处，我却没有参与进去，用心揣摩，对本分没有一点负担。尤其想到神的话说：“带领工人得会交通神话，会从神的话中找出实现的路，带领人明白神话，带领人在现实生活当中进入神话。临到问题时，会用神的话解决，同时在进本分的过程当中。” 遇到各种难处时，也会用神话解决。如果人不会解决，去找带领，带领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那这个带领就是废物了，连最基本的工作都做不了，这样的带领不合格。是啊，看到神对带领工人的要求啊，我就感到扎心难受。我作为负责人，弟兄姊妹在工作上遇到难处。 我应该和弟兄姊妹一起寻求真理，解决，这是我的职责。是。可我因着发表的观点不对，就不敢开口了，这也没尽上自己的责任呀、啊。确实是这样。那在这个问题上你是怎么寻求真理进入的呢？嗯、第二天灵修时，我就看到神的话说：“嗯，人本身就是个受造之物。” 受造之物能不能达到无所不能？能不能达到完美，没有瑕疵？能不能达到凡事都精通，凡事都明白，凡事都能做到呢？不能。但是人里面有个弱处，一旦学一门技术或者一项业务，人就觉得自己有能耐了，是有身份、有身价的人，是专业人士。 不管有多大点能耐，都想把自己包装起来，伪装成高大的人物，变得完美无瑕，没有任何缺陷，在别人眼中成为一个高大强悍的人，什么都能做，没有做不到的事。他觉得如果有事求于别人，那就显得自己无能弱势，不如别人，会让别人看不起，所以。 就总想装，这是什么性情啊？狂的失去理智了。他不想做普通的人，不想做正常的人，不想做凡人，而是想做超人，甚至想做一个有特殊功能的人，做有异能的人，这就太麻烦了。凡是正常人性的弱点、缺点、无知、愚昧，或者是不明白的。 他都包着裹着，不让别人看见，一个劲儿的伪装。阿门阿妹，神话揭示的正是我的情形。自从进了这个本分以后，我就觉得，既然我能做负责人，就得什么问题都得看透，发表的观点就得有参考价值，想得到弟兄姊妹的高看。聚会时，我总担心自己要是解决不了问题。 弟兄姊妹会说我做这个负责人不称职。当发表的观点不准确时，我就更担心弟兄姊妹会小瞧我。为了维护自己负责人的形象和地位，我就包裹伪装自己，不轻易发表观点，还耍心眼，要在配大的弟兄之后交通总结，不让别人看到我的缺失和不足。当弟兄姊妹在探讨工作中的难处时， 我也没有心思再去交通解决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的脸面地位，完全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和本分。其实呢，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收导之物，不是什么万事通、全面收，有很多真理也不明白，有的问题看不透，发表的观点不准确，这都太正常不过了。我得正确对待我的缺少和不足。 发现偏差就得承认改正，按照神对带领工人的要求尽力去做，尽上自己的责任。嗯。当我摆对心态后，在和弟兄姊妹一起聚会时，我就敞开解剖了自己的怀怀心情。之后呢，再去交通时，我看透多少就谈多少，也不怎么受辖制了。感谢,神感谢神，能正确对待自己的缺点，不去伪装包裹自己啊。 就释放一下了，是，是啊。不过后来又发生一件事，我不知不觉又活在了这种情形中。一次，我们来到另一个组，有一个姊妹的情形不太好，因为以前被撤换，就一直活在防备误解的情形里。当时呢，我就想给姊妹谈谈神的心意，可又想到呢，自己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经历，只是有一些浅浅的领受。 可又担心呢，自己交通的不实际，弟兄姊妹会不会说我只会讲自己道理，也没有多少真理实际呀、啊？可是不交通吧，就是失职。我就想啊，那明白得了就谈多少吧。嗯。我交通完，怎么就说？我也知道神的心意是好的，是借着车换让我认识自己，是为了变化我，拯救我。 可我还是不能从消极当中走出来。这时候呢，陈弟兄就接过话，谈了自己以往被撤换以后是如何从神话当中反省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对自己有了认识恨悟，找到了事情的路途，有了悔改变化，体会到经历撤换失败跌倒都是神的拯救，是神的爱。四妹是边听边点头，说。 我也是这种情形，你这么交通，我有路了，感谢先生。谢哎呀，听姊妹这么说呀，我既为她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而感到高兴，同时呢，也有些难受。心想，这什么是真理实际，什么是自居道理，这一对比也太明显了。那这下弟兄姊妹肯定会认为我就是一个实打实的讲自居道理的人。 尽这个负责人本分，根本就不称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无论是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是弟兄姊们的情形，我就总害怕自己交通的不好，解决不了问题，就很少说话。有时呢，即使谈点认识，也是想了又想，琢磨了又琢磨，甚至还提前问一下陈弟兄，他赞同了我才说。 这种情形啊，我也有体会。嗯，越怕出错，越伪装自己，就越受挟持。是。是其实啊，这段时间我对有些问题也能看透一些，也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可就是害怕说错，暴露自己的缺少，就没有敢谈出来。哎呀，我是越想越难受，就来到神面前祷告。神呐、啊。 这段时间我近百分，总是受脸面地位的辖制，怕说错不敢交通，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心里很受责备。愿你开启我，能够认识自己，从这样的情形当中走出来阿<妹>。阿美。祷告后，我看到一段神的话，说是分辨假定灵物这篇神话里的。我来读吧。好。 这一段，有的人被神家提拔培养了就美了，就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了。怎么样，我比你们高吧？神家为什么提拔我没提拔你们呢？为什么就看中我了呢？还不是我比你们强吗？这是小孩说的话，不懂事。其实。 你一点也不比别人强，你只不过是具备了神家培养人的条件，但你能不能担得起这份责任，能不能尽好这个本分，能不能完成好这份托付，这还不好说呢。所以，一个人被弟兄姊妹选举做带领，或者被神家提拔做某一项工作，尽某一项本分。 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的地位身份就特殊了，也并不意味着这个人所明白的真理比别人多、比别人深，更不意味着这个人能顺服神、不会背叛神了，也不意味着这个人就认识神了，是敬畏神的人了。事实上，这些还都没有达到。 只是简单意义上的提拔与培养。这个提拔培养，只是提拔出来，有待培养。那培养最终的结果怎么样？就在于这个人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个人的追求是什么。那提拔培养的意义目的是什么？就是把他单独提拔出来操练，做特殊的浇灌。 特殊的训练，让他能够明白真理原则，明白做各类事情的原则，明白解决各类问题的原则、方式方法，还有明白临到各类环境、各类人，该怎么处理解决才合乎神的心意，才是维护神家的利益。从这几点上来看。 神家所提拔培养的人才，在提拔培养期间，或者提拔培养之前，是不是就能够足以担当工作、足以尽好本分了？当然不是。所以，这些人在培养期间，不免要经历对付、修理、审判、刑法、揭露，甚至撤换，这是很正常的事。这就叫操练。 这就叫培养，阿妹<们>。大家都一样，被提拔培养的人也不比别人高一等，没被提拔培养的人，也没有任何人剥夺你尽本分的权利，也没有剥夺你操练进入真理实际的权利，更没有人剥夺你实行真理的权利。只不过，因着神家工作的需要。 因着各类人的素质、特长的不同，神家采取了这样的原则对待各类人，这是合情合理的，是合理的使用、分配各类人。那各类人有没有等级的区别？在地位、身份、身价、名分上没有等级，最起码在现在这个期间没有等级。在神成全人。 带领人期间，在神工作扩展期间，在神供应人真理，使人走上蒙拯救的道路期间，人的等级、身份、身价、地位没有区别，只是分工不同，只是本分的角色不同而已。阿门<们>，阿门<们>。看了神的话，我明白了。我这段时间尽本分消极被动。 不敢交通，就是因为我尽上负责人这个本分以后啊，就把自己端在一个高位上了。我就觉得，我既然能做负责人，证明我比别人强，看问题看得透，发表的观点有多大的见解。业务方面，在弟兄姊妹中间也是拔尖的，所以从尽这个本分以后啊，我就总想让弟兄姊妹看到我各方面都不错。 能完全胜任负责人这个本分，想得到弟兄姊妹的高看和赞同。当发表的观点错了，聚会解决不了问题时，我就更害怕弟兄姊妹会说我做这个负责人不称职。就开始、啊、包裹自己，伪装自己，变得沉默寡言，不敢说话，甚至看到弟兄姊妹的情形不好，也不敢交通。即使偶尔交通。 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甚至还得得到佩带的弟兄赞同，否则呢，我绝不会主动的开口去说去做。金文文特别的被动，看到我起初从身领受的并不是本分和责任，而是负责任这个头衔，我完全被地位给捆绑控制住了。是，其实呢，我能尽常负责任这个本分。 并不是我比别人强，明白的比别人多，也不是我就能胜任这个本分。神家是根据我的特长和素质来培养适用，让我操练用真理解决问题，学会按原则办事，各方面的缺少都能得到补足，能尽快的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实际。对，嗯，但我能否担得起这份托付，尽这个本分，能否达到合格，这还是个未知数。 关键是看我走的是不是追求真理的道路。是。我却以为我继承这个本分以后，啊，就比别人强了，身份地位比别人高了。真是太不认识自己，太没有自知之明了。其实，陈家是根据个人的特长和工作的需要，合理安排个人的本分。在陈家，只有本分的区别，所尽的功用不同。 没有地位高低之分，也没有说谁经常带领工人的本分就高人一等了。大家都是在各自的本分上发挥各自的特长，和谐配搭，互相补足，共同尽好这个本分。是的。而我呢，把身家的提拔培养当成外邦世界一样，认为是升官了，地位比别人高了，各方面都高人一等。 哎呀，现在再想想啊，这些观点和想法，真是太迷惘了。是啊。后来呢，我又看到了一段神的话，触动了我的心。神的话说：“狄基都认为，如果他总是爱讲话、爱敞开交心，大家就会看透他了，就看他没深度了，只是个平凡人。” 就不尊重他了。不尊重他意味着什么？他在人心中高贵的地位没有了，就显得他那么平庸，那么简单，那么平凡。这是狄基督心里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说，他在一个人群里看见别人总赤路敞开，说自己消极了，被你神了，昨天做什么事失误了。 今天又因为没做城市人，痛苦难熬了。他从来不说这些事，他深藏不露。有些人平时说话少，是因为素质差、头脑简单，没那么多思想，所以说出来的话就少。但狄基都这类人说话少，可不是这么回事他是性情有问题。他见到人很少说话。 别人说什么事，他轻易不发表观点。他为什么不发表观点？首先，他肯定是没有真理，什么事也看不透。他一旦说话就会出错，就会被人看透，所以就假装沉默，假装深沉，让人测不透他，还会觉得他高明、脱俗、超群，这样人就不敢小瞧他了。 看他外表的冷静沉着，还会高看他，丝毫不敢怠慢他。这就是敌基都的诡异邪恶。敌基都不轻易发表观点，就是这个性情。他不想让人看透他，他知道自己半斤八两，然后还有一个最可耻的目的，想让人高看，这是不是最恶心的？是。 从神话的揭示中看到，帝基督不轻易发表观点，他害怕一发表观点、一说话，大家就会看透他的实体，就会失去在人心中的形象和地位，所以他就深藏不露，让人测不透他。这就是帝基督的恶心情。是。想想我这段时间的流露，不也是这样吗？看到问题不轻易发表观点。 其实我内心里隐藏着我自己的卑微目的，想伪装成一个高人，一个明白真理的人，想得到弟兄姊妹的高看和崇拜。我还总担心言多必失，说的多错的多，到时候弟兄姊妹会看透我的半斤八两，不再高看我，认为我不胜任这个本分。为了不失去在人心中的形象和地位。 当工作中遇到难处，弟兄姊妹的情形不好时，我就采用少发表观点，甚至不交通的方式，来隐藏自己的缺失和不足，不让别人看透我的实体。看到我流露的心情，和敌巨都一样的诡异邪恶。想想，神高抬我尽负责人这个本分，是让我能够寻求真理，解决实际问题。 和弟兄姊妹互相配搭，尽好本分。是啊。可我为了维护自己的脸面地位啊，不让别人看到我的缺少和不足，连该尽的责任和本分都不顾了，只想在别人面前展现自己好的一面，让人对我高看崇拜。这是在与神争夺人，走的是抵挡神的敌基督道路，这可是触犯神性情的事啊！是啊。 我之前啊，只是觉得自己太注重脸面了。今天听你这么交通解剖，才认识到，这是在伪装自己，让人高看崇拜，是敌基督性情的流露。是啊，这种情形不解决，确实挺危险的。是。这时我就感到有些害怕，就来到神面前祷告，愿神带领我找到实行进入的路途。阿门。 后来呢，我又看到了一段神的话，咱们一起看一下。嗯，好。被提拔培养的人做工作解决问题，首先应该遵守的原则就是得明白真理。不明白真理的时候，要寻求真理。自己寻求不明白的，可以找人询问、交通，学会与其他人和谐配搭，学会多问多寻求。 这样才能准确的解决问题，同时也能减少损失。你只是在被提拔培养期间，并不是什么都明白了，所以别装明白，装明白这是愚蠢的做法。你不明白可以问别人，与人沟通或者询问上面，这都不是丢人的事。就算你不问，上面也知道你什么也不是。 什么也没有。寻求交通，这是你该做的，这是正常人性该具备的理智，也是作为一个带领工人该遵守的原则。这么做并不丢人。你要是总觉得做带领了还不明白原则，做带领了还总问别人，总问上面，觉得这样做丢人，就伪装自己明白知道。 伪装自己有工作能力，会做工作，不用别人提醒，交通不需要任何人的供应扶持，这就危险了。那你被撤换是早晚的事。是啊。无论是被提拔培养做带领的，还是各类业务人才，都是普通的人，都是经过撒旦败坏的人，都不明白真理。谁也别装，谁也别包着。 不会不懂，就是不会不懂。如果大家都不懂，那就在一起交通寻求。在真理面前，人都是婴孩，都一无是处。人需要做的，就是在真理面前顺服下来，有一颗谦卑渴慕的心，寻求接受真理，然后实行活出来，运用到尽本分当中，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阿妈，传播着神的话，我找到了事情的路途，就是得正视自己的缺少，别伪装自己，不懂装懂。嗯，明白多少就谈多少，如果有不明白的，就多和弟兄姊妹寻求交通，和弟兄姊妹和谐配搭，才能尽好本分。是，而我呢，就总想掩盖自己，不能实事求是的面对自己的缺少。 不寻求真理，这样永远都不会有长进，就是进本分也达不到国效。深百事这个环境，显明我的缺少，让我认识到自己的半斤八两，能够脚踏实地的去做人做事。嗯，如果有不明白的，就多和弟兄姊妹寻求交通，能达到明白真理，按原则办事，做一个合格的带领工人。啊，是。 明白神的心意后啊，我就感受到，虽然这段时间我经历了一些挫折和失败，但这都是神的爱和拯救啊，感谢神。之后呢，我再到各小组聚会的时候，就能够坦然去面对了。看到弟兄姊妹在工作上遇到难处，我也能主动的去发表自己的观点；看到谁的情形不好，我也能主动的去找神话跟他们交通解决了。嗯。 一次，我和佩戴的弟兄约了几个组长一起聚会。通过交通就发现，有两个姊妹活在争名夺利的情形当中。我就想找一些神的话给他们交通。可由于想，自己在这方面虽然有点经历，但认识的不深。他们看到我的生命进入这么浅，会不会小瞧我，说我不适合尽这个本分呢？要不？ 我就不交通了吧。这时我意识到我又在包裹伪装自己了，我就想到前几天看的神话。信神的人都应该明白神的心意，只有尽好本分才能满足神，只有完成神的托付才是合格的尽本分。那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是完成神的托付了？是尽好本分有忠心了？就是尽心、尽性、尽意。 尽力，阿门、啊。是啊，我接受了从神来的托付，就应该尽全力把它尽好。我既然看到姊妹的情形不太好，就应该尽其所能的交通真理，帮助扶持他们，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败坏性情，能尽快的从争名夺利的情形当中走出来，能正常的尽本分，这才是继承了自己的责任和本分。嗯，想到以往。 我看到弟兄姊妹有难处时，也能去帮助扶持，但我的存心并不是为了尽上自己的责任来满足神，而是借着交通帮助呢来显露自己，想得到弟兄姊妹的高看和崇拜。看到我真是太邪门了。交通真理解决问题本来是正面的事物，是在见证神，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却被我当成得到人高看的一种方式。看到自己这么卑鄙，就有些恶心自己，不愿再这样活着了，只愿意尽上自己的本分和责任，把自己看到的、明白的都交通出来，能让弟兄姊妹得到一些实际的帮助。嗯。随后呢，我就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自己的认识。没想到两个姊妹都流着泪说。 对自己的情形有些认识了。之后，我和佩戴的弟兄找了这方面的神话，跟他们一起交通，看到他们对自己都有些认识，也愿意悔改，我心里就挺高兴的。哎呀，我深知自己能有这些事情啊，这都是神的带领啊，嗯、感谢神。随后呢，我们又接着讨论工作中的其他问题。 佩搭的弟兄就让我先谈他自己的观点。当时我心里就有些打鼓，这万一又说错了可咋办？可是又一想，说错就说错吧，起码我知道我错在哪里，正确的观点应该是啥，这对我明白真理、掌握原则也是个补足、啊。是啊，对。于是我就把自己的观点谈了出来。哎，几个组长呢也相继。 谈着各自的看法。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沟通完之后，把问题看得更准确、更透了，减少了偏差和漏洞。哎呀，我就感觉这么实行啊，挺好的。感谢神。从那以后呢，我再到各个小组聚会的时候，就不再把自己摆在一个负责人的位置上，也不再包裹伪装自己了。我明白多少就谈多少。 有什么观点，我也照直说，就感觉心里释放了许多。而且我发现啊，当我摆对心态，临到问题不再注重别人怎么看，能安下心来认真揣摩时，有的问题就看得更透一些了，而且发表的观点还比较打点，甚至有些话我提前都没有想，就交通出来了。感谢师，感谢孙，我知道。 这都是圣灵的开启和带领啊！是，虽然我发表的观点还有不准确的时候，但我心里不受狭制了，也不觉得难看了。通过和弟兄姊妹一起交通讨论，我看到了自己的缺少和不足，对原则也掌握了一些，看问题的深度也提高了。我能有这些收获，这都是神的祝福啊！感谢神，感谢神！听了你的经历。 我也有事情的路了，感谢 C。